好吧十一第五期的节目质量还是很高的。从节目的呈现效果来看，这期奔跑吧制作组确实花费了很多的心思。这一期周深真的是格外响应，因为想把自己热爱的家乡推荐给大家。还记得导演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发现周深真的是非常爱自己的家乡。是的，他对自己的故乡感情很深。当其他成员在秘密地领取导演安排的任务时，周深被安排去拍摄贵州的宣传片。虽然很热，但是他很卖力地在推荐自己的家乡贵阳。这边有一个小细节，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，在周深撕推荐榜的时候，他撕下来的两张纸都拿在手里的，也没有往地上丢或者放在哪里。每次别人丢东西或者是掉东西，只要被他看见，他都会弯腰捡起。还记得南山音乐会的时候，舞台上捡了一个纸团放进自己的口袋里，人品好，心眼好，一腔热血又不张扬，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。综艺高光时刻，一次挑对矿泉水，吴彤都懵了。这里边有矿泉水，你有两种选择，第一种选择就是就一杯矿泉水，只有一杯矿泉水，其他都是盐水，你也可以喝到盐水之后就放弃了。这个是矿泉水。周深，你喝到什么矿泉水？里面有几杯矿泉水？就一杯啊。就一杯，被你选到了。啊，你看你旁边，好，恭喜这一轮深深金三分。爱看呆，秦霄贤。一种吃的东西有点味道，螺蛳粉。夜晚的时候，天上很浪漫的有很多歌手。几个字？公主抱。几个字？公主抱，你得告几个字啊？不行，这个画出来不会画。几个字啊？啊，五个字。猪八戒背媳妇，战胜杨迪。举个手，这是我们这个剧里的歌，我都听过。错爱是吗？不叫什么金，张云金，张云金，张云金。爱的华尔兹更爽。答对。在游戏环节，周深因为选中了幸运炸弹盒子中全部都是指压板。而周深为了赢得比赛，一鼓作气地跳完八个纸摇板，真的是特别努力啊。还有一个让人感动的地方，就是周深和范丞丞加班带大家继续游贵阳，两个人展开易拉宝到贾秀楼下为大家介绍景点。面对节目组精心准备的易拉宝和众多的游客，范丞丞直呼社死。周深本来戴着帽子口罩，被认出来之后摘掉口罩，面对家乡人时的坦诚热忱，并邀请大家一起喊出欢迎大家来贵阳。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周深确认被人认出来之后，礼貌地快速摘下口罩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很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的样子真好。回母校这段真的很温暖。周深说自己也有遗憾，以前会一直以学生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老师，但其实很想跟老师处成朋友的关系。节目播出之后，许多观众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周深的感受。许多人认为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正是真实的自我，他并没有刻意去迎合大众的期待。许多粉丝也表示希望周深能够在今后的节目中勇敢地展现自己，让观众更好地了解这个真诚可爱的大男孩。此次录制活动，周深不仅展示了他的实力，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善良、可爱、努力的他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周深会收获更多的荣耀，也会成为更多人心中的榜样。评论区有人说，这一期是周深特辑，很满意，喜欢看，你觉得呢？听上老师眼中的周深是怎么样的一位学生？ Hello， 小伙伴们，今天我们在贵阳录制第二期内容，然后今天是特意为周深准备的特辑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很荣幸啊，请到了周深的高中班主任，就是我们的尚老师，让尚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
大家好。啊，那尚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啊。我在贵阳六中。教哪一个科目？高中语文。是周深的班主任对吧？对，我高一是他的班主任。就是您对周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是一个安静的小孩。非常安静，他很腼腆。对。周深高中的成绩怎么样？他高中的成绩属于中等，但特别喜欢唱歌。哦、特别喜欢唱歌。对，学校里面的所有的就是歌唱节目，他都有参加，基本上都是折冠的冠军啊。那周深第一次上好声音的时候，你有关注到吗？我看了，就是他的本色。本色。他的唱歌的那种状态和他高中都很相似，他声音一直没变。那他被淘汰的时候，您的感受是？啊，挺难过的。挺难过的。好像是进四的时候吧。对。还蛮可惜的。那后来周深在这个大鱼的这首歌爆火，然后您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是什么样的感受？特别的感动，特别的感动，因为那首歌的那个旋律哈、啊嗯，我就觉得特别能够走进人心的那种感觉。周深在歌手上面的表现，你有关注吗？我关注了、就是、那个节目，对，对他突破很大，他唱了很多，就是多面性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上了歌手这个节目，就是带来了不一样的元素，然后让观众又重新对周深有了更高的认识啊。所以就是可塑性特别的强，是，对，可塑性特别强。那、有没有同学想要周深的签名的呢？就是比如说老师，比如说我考到年组第五名，能不能给我一张周深的签名？有、啊、有。那您会以这种方式去鼓励现在的学生吗？会会，嗯，对，榜样的力量嘛。那这一次被我们节目组就是请邀请您来啊，参与我们节目，就是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比较激动，比较激动，因为之前都是在。就是电视上面看你们跑男嘛、啊，然后这一次作为节目的嘉宾跟不太一样，嗯、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嗯、然后那我们的采访就先到这里结束了，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。Hello， 百度 APP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马上就又要到高考了，希望每一个要去参加高考的你都能用一个好的心态。和好的状态去迎接这一次非常重要又非常有趣的挑战，因为你自己的未来一切都掌握在你的手上。当然也要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睡觉，要检查好所有该带的东西，一定都不能够忘记了。相信自己，因为你一定就是自己的光亮。高考加油，每天都加油。